大家好，那个我是 CL 高。那其实今天有这个分享会啊，是因为我就是过去两个月就是去了世界上很多奇怪的地方，那想说就是回来分享一下学习到的心知，然后跟大家就是聊聊天。本来想说就是可能二三十个朋友聊聊天，就没想到搞那么大桌，变成本来想说就是流水账的讲一讲去哪里玩，然后看一下美食照片就好，变得好像很严肃，所以我就想说还是把那个主题 focus 一下哈。所以我大概会分成几个部分，就是说，因为我后来发现有一些朋友是不认识的，所以可能我还是快速的go through 一下临时政府在做什么。然后呢，就是可能稍微讲一下世界各地的目前开放资料的生态，然后就。像英国是比较成功，有把它变成一个生态圈，真的有一些 business run 起来。那我就是有去探究一下到底是为什么，然后就是里面有什么奥秘，然后就是有一些心得。那再来一个部分是开放政府，就是包含说让更多公民参与政策的制定啊，这些东西在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好，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这一次可能大概。接触到了四五十个不等的世界各地的一些有趣的开放政府专案，那我们可以稍微就是 go through 一下，就看有什么，就是一些小 project， 可能就是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就可以聊一聊这样子。好，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哈，就是有知道军营或者有在参加军营的举个手好吗？哇，好多人哦。那是有在参加 GOV 的，请举下手好吗？好，来那个 GOV 的，等一下有坑要给你们跳。好，那今天来是想要看旅游照片跟美食的，有吗？抱歉，没有这个服务。好，那今天其实希望是什么呢？希望是大家听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超音感。那就是，我当然这个是。儿童肥胖率嘛，我是讲说开放政府跟开放资料的部分。好，那我想我们就差不多开始好了哈。那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中间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随时举个手打断我，然后提问这样子。好，那其实我给这个军营里的 talk， 我有就是大概有一个十分钟的版本，然后就是这一次在世界各地，就是用这个版本去跟大家快速的介绍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那蛮多人都很惊讶，因为其实台湾的能量算是非常非常的丰沛。那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这个广告，2012年的时候有一个经济动能推升方案的广告。好，但那个时候我看了这个广告之后，就是觉得蛮生气的，就觉得税金好像就这样被花掉了。好，那就觉得天哪，好想做什么事情吗？好，那这个是我是一个写软体的人，大概过去十几年都在写软体，而且基本上都是 open source 的软体。好，那这个是我的 Twitter。那我就想说，看了这个令人生气的广告可以做什么呢？那我想说，好，那我们来看看政府是怎么花钱。那我们就看中央政府怎么赚。那几个朋友就想说，把它变出来看，我们能不能了解一下政府到底是怎么用钱？那当然，政府的预算是用非常漂亮的 PDF 拼出来，啊，没有人有办法处理里面的资料，所以就必须写些程式啊，然后就把实际的资料、实际的一些把你要把小计都去掉，然后真正的资料出来，把变成一个比较漂亮的视觉化。那这个是一个用泡泡的方式去表现每一笔预算。好，那大家应该蛮多人都看过在下面这个网址。那颜色是表示它比去年增加或减少，大小当然就是数目大小。那可以用这个机关或者是它的正式别去 group 起来。然后呢，滑鼠一过去，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一笔预算过去5年来或者10年来它的变化比例是怎么样。那做了这个budget之后呢，大家想，其实我们可以做更多这一类的事情。好，那我们就想了一个好名字。小光光想的，他在这边哈。那我就想说，我们可以叫 GOV。什么叫 GOV 呢？就是我们知道政府网站 GOV 嘛。那用零把它换掉之后，它突然网站就变得更好用，甚至有 Open API， 然后就是变得有 Open Data 这样子更好用。那但是零其实它有另外意思，就是说我们从数位时代 Digital Native， 像这边应该蛮多人跟我一样是没有买过报纸嘛，对不对？我们不会看报纸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好，那就是说从这个数位时代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思考说政府有没有什么其他运作的可能在这个时代。好，那 GOV 其实是一个 community， 它并不是一个任何组织。好，那其实讲白了一点，其实 GOV 它想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更 open， 更开放的政府。
那我们可能用的手段是 open data， 可能你没有 data， 那我们就自己把 data 变出来，然后再跟有关单位讲说，哎、欸，其实你把 data 变出来之后，可以做很多事情。好，那我们其实已经有好几个成功案例了，包括网点啊，跟教育部的沟通，然后还有忘了，反正蛮多的，就是我们是把资料变出来之后，告诉说，哎、欸，其实你如果把资料放出来，像实价登录出来之后，其实你现在很多应用可以直接做出来。那我们用 open source 的方式来忘这个团队的题，让所有人都可以随时来参加，然后把贡献都可以累积起来。那各位可能知道，已经其实有蛮多很多专案，就不一一介绍。那通常我是快速的，通常跟大家介绍我自己比较参加的，主要做一些国会相关的。那我们知道立法院网站是 LY， 对不对？那就是换成一个零之后，它就突然变成一个比较好用的国会网站，叫做国会大赛制。那里面有什么功能呢？比如说这个是立委投票记录，那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好的显示的方式，可以看到它的很明确的，哎，到底什么人投了什么票。那甚至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我们有一个 overview， 就是说在每一个法案在什么时期，然后有多少个法案，然后这个中间的流程是怎么跑的。因为蛮多人其实不知道这个国会里面怎么运作，事实上我在 involve 这个专案之前自己也是不晓得。然后这是其实是一个 overview， 就是说，比如说这边是委员的提案，这边是政府的提案，那比例上大概是多少，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有多少的提案真正进入一读，或者说在一读之前被退回程序委员，啊，这样的一个 flow 就可以稍微看得出来一些端倪，你就大概知道说大概是怎么样。那重点就是右上角是还没有处理的提案，发现很多议案都没有处理，实际上被删除通过的其实不多。好，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做了很多，比如说 video 相关的，就是我们知道立法院有 IBOD 嘛，那可是其实国会的那个录影是很长的，冗长的，大家不会有人有兴趣去把它整天看完。好，那我们就把这些 metadata 处理过，把它变成是有这个声波图，你就可以看到说，哎、欸，几点到几点其实是真的事情在发生的。好，那甚至把 overlay 上说，哎、欸，是哪一位委员在发言的。好，那我们给每一秒钟、每一天、每一会议室的每一秒钟一个独立的网址，所以你可以 link 到任何一秒钟就开始播放。好，那这图上最有趣的地方其实是右下角，就是你可以看到有声波，可是没有说哪一位委员发言，对不对？那这时候可能就是麦克风忘了关，然后在讨论一些重要的事情或者不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有一天王院长就说不要偷看别人的表决器，那就是因为这样子被找出来，因为他没有被mark 起来说是谁在发言，可是就有录音，就有声音。好，那就像这样的方式去表现。不过就算其实有那样的声波图啊，就是这个国会的那个录影还是太长了，就是通常不会有人兴趣看。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刚好有一个活动，就想说我们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把它 gamify 一下，变成游戏，变成说你可以这个朝现在发言的人丢东西，丢鸡蛋，或者是丢西瓜，或者是丢鞋子之类的。好，那你可以看是你想要丢官员，或者是丢这个委员。然后下面会试图统计，就是这个哪一段时间大家最生气，或者最……那当然我们不是都负面，就是你也可以就是用那个网子把它保护起来。所以当你有网子的时候，这个鞋子或者鸡蛋就会弹开来。好，那其实国会里面比较重要，其实是法案相关的事情。好，那我们就有一个把法案的进度呈现出来的样子，然后还有说法案实际上内容修法是什么。好，譬如说这个是这个立法院官方的这个法律提案的一些内容。好，那这个内容其实是非常难读的，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 PDF。 那我们就把它变成一般程式设计师很习惯的一个表现方式，叫做 diff。 好，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是去年这个争议蛮大的这个就是婚姻平权的法案。那这个其实我们就把它变出来，就可以看到原来的版本是左边的，那这个委员提出的版本是在右边新的内容。那我们同时也给每一个法案一个独立的网址，那大家要针对这个法案去讨论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内容去讨论。那所以就会可能比较有建设性。那后来呢，其实我们就把这个就是比较法案的这个原件抽出来变成什么呢？变成说，其实我们在想说有一些东西还没有进入国会，其实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去讨论，比如说这个是智慧财产局他们要修新的著作权法，那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修法，甚至很多条文都就是那个条号都改过了。好，那有这样的方式去比对，你就比较可以看得出来说它到底修法内容是什么。好，那这个 budget 其实还在做，那以后是希望把它变成就是说，可以让
民间或者说政府单位要提出一些提案的时候，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和公众一起讨论。好，你可以看到右边有一个是你可以把它 mark 起来，然后就可以开始讨论。比如说，哎，你觉得这两个公众有疑虑，然后呢，我们就 mark 起来，就给他一个 comment， 甚至说你给他一个 patch， 说，哎，这两个字应该改成什么才对？它就有点像说一个协同去写一个新的法案的一个工具。那这只是就是我自己比较有参与的军医的专案。那其实我们就是社群下个礼拜嘛，就是第九次的黑客松，第九次其实是第十次啊，因为从零开始算。好，那经过了那一年半之后，那大大小小的黑客松大概20几个，那累积的 contributor 有真的贡献过想法，或者是程式码，或者是一些文件，或者是画图的人，超过了1000人，好，这非常惊人。那有超过30个 project， 那talk 可能已经应该40-50个了吧，世界各地，然后还有我们好多人都到处去演讲，介绍军医这样的想法，跟或者说其中的一些专案。那其实这超过1000个人的这个分布，其实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分布，大概有40%是 developer， 就是写程式的人，30%可能是设计师。那另外30%是可能是社运就是他了解一些议题的，或者说甚至在政府工作过，正在政府工作的人，那觉得就是这些人一起合作去做出一些大家看到目前的一些成果。那就是通常我讲到这边的时候，就是国外的朋友就讲说：天哪，1000人，然后你们有这样算起来300个设计师，什么跟什么？他们就整个就是非常非常纳闷。然后那我就开始解释说，我们是怎么到达目前这个状态。那其实我觉得第一步很重要，就是 open source。那 open source 的概念其实应该大家都蛮了解，就是说我们写程式的人不只把成果放出来，而是把整个过程、整个原始的方式、中间这个内容都告诉大家，让每个人都可以来帮忙，把它变得更好。好，那在台湾其实我们非常幸运的是，经过10几年的努力，我们 open source 的社群成长得非常蓬勃。好，那去年的 Coast Cup。是1800人嘛，今年不知道是不是有缩小，那但是你知道800多张票10秒钟卖完，这非常可怕，对不对？这个算是在世界上也是算非常非常蓬勃的开放源码的社群。当时我就跟他们讲说，在你们国家或者说在你们地方，要找到就是你们当地的开放源码社群，然后呢，让他们觉得很生气的，让他们对政府或者说对一些他们关心的事情。你要唤起他们的这个愤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有极战力的，他们可以立刻从零变出东西来，好，这非常重要。那我们很幸运在台湾有这么蓬勃的 open source 社群，所以军营一开始没多久的时候，然后就很多人就一起来做各种不同的专案，就是可能大家做自己关心的事情，自己 care 的事情，自己然后试图做可能一些改变。那这重要就是说，这一群人他们是可以不需要有一个中央控管就可以合作的。好，所以我们不需要有一个巨大的超人，就是说我们先做立法院，再做监察院，再干嘛干嘛，做一个巨大的 PM， 没有，就所有事情就有自己发展，大家就觉得想做什么就做，就开始做。那也不需要去训练这样子的合作模式，因为大家在开放源码社群就已经非常习惯这样的方式。那我们同时当然就是也做了很多一些基础建设，让这样子的协作变得更方便。那这个是 Hackholder， 如果有参加过黑客松的应该都有用过，那甚至后来这个在318学运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把 Hackholder 改成收集所有相关资讯的这个 GDB.today 的这个网址，就是用 Hackholder 做出来的。那当然重要的是很多食物了。OK， 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除了和你原来的这个 Open Source Community 去打好关系，去跟他们讲说，有些事情很重要之外，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我觉得还是 Open Source。但是这个就跟刚才有点不一样。那这个讲 open source 是讲说，我们要让 open source 这样子的协作的方式，把它推广出去，不只是写程式的人用这样的模式。什么意思呢？就说在 open source 的开发或者协作的方式，其实是一个非常不自然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今天请一个作家，你跟他讲说，你把你要写的书的 outline 写出来，然后就把它丢出来，别人会帮你完成，他会说你疯了，这是我的书哎，对不对？就是这个事情是 unnatural 的，就是说对于不是做 open source 软体的人来讲，这个是很不自然的。就是什么叫我稍微有一个概念我就把它丢出去，可是有些人就觉得这个是不完整的概念，丢出来很丢脸。那所以我们就尽量就是开始
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有不完整的想法，很多人都有不完整的想法，可是你把它早点丢出来，变成一个怎么讲，一个 tangible 的东西，就是一个可以被讨论的东西，可以把它变得更好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累积的。那譬如说，这个是一个不写程式的人，他画的想象中的国会网站，就是很多人会跑来说，哎，你们怎么做这个，不做这个？那我们就说，哎，不要光讲而已，你把它写下来，你的想法稍微写下来，甚至说不要光写下来而已，你稍微用个小画家，或是像这个 markup 软体，把它稍微画一下，你想象中的软体长什么样子？那接着可能就会有人把它变成真的 HTML。然后它虽然不是真的资料，可是过一两礼拜可能就会有人把真的资料丢进去，所以就变成从那个想象中的变成到真的。好，那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像 open source 的协作方式，但是不是用在光软体而已，而是说你的想法、你的概念，让非软体的人其实也用这样的方式去协作。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后来有很多方式是这样子的，就说像是嘿，今天一本在这里，最左边是一开始的 logo 非常丑，对不对？那我们并没有觉得说 logo 太丑，就觉得不应该把它丢出来，你就随便先丢出来一个丑。当这个伟大的设计师看到很丑的 logo 会怎么样？他就说这太丑了，我帮你做一个好一点。好，那所以我就跟各国的这个人就说，如果你要让你的 open source 你的 open government 的或者 city hacking 的 community 这样蓬勃，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画一个很丑的 logo。不过我通常跟他讲，其实重要的是，比如说你的 document 里面有一些 typo， 有一些写错字的，那因为当别人来帮忙修改你的错字的时候，他突然就变成你 community 的 contributor， 那他就希望你这个 community， 因为他就觉得他是一份子，他希望这个 community 越来越好。好，那这个是很有趣的。那后来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说我们刚讲说要让这样的协作模式不只是在软体开发的人，让更多的人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那其实后来在GMV社群里面也有这个美术团，然后就开始有人在讨论，就说这个是把蒙脸的。新闻小帮手的这个软体人格化吧。如果我们想象它是一个角色的话，它应该长什么样？那大家就开始七嘴八舌讨论，然后这个 Turi 就画了这个版本，然后就很有趣。那当然，这个也还有 ET Blue 也做上次的这个图。那这个很就是说，我们开始看到有一些不同的共同创作的方式，不只是在软体上，而是在。那再来就是说，当我们处理了这么多资料，变出了这么多，可能对公民觉得有趣的东西之后，那再下一步就是说，我们怎么 engage 他们，怎么样让他们使用这些资料？那使用这些资料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些只是简单的接收资讯。好，那比如说这个是 PN2.5 的版本，PN2.5 的图，那我们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视觉画。好，那这个因为太漂亮了，所以就被这个引用在晚间新闻。侯博士不知道有没有来，感谢你用的。好，那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就是这个 PN2.5 的这个图，其实是我大概30分钟做出来的。好，那为什么可以30分钟做出来呢？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已经做过，就是在去年台风的时候，因为台风的时候大家都很关心雨量，那中央气象局这个雨量好像半小时还一小时才更新一次，那可是这个其实雨量站的资料大概10分钟就更新了。所以就做了一个非常丑的版本在右边，然后 LY 就把它变得更好一点，所以还是很丑，比原来这个更丑，对不对？可是我们就把它丢出去了，只是要跟程式都丢出去了。结果好像过了一两礼拜，这个 YL 来他就说，我做了一个不错的版本，要不要参考一下？就变成这样子。那当然这个东西他也把它丢出来，所以我们就用这个程式加上环保署，它其实有一个很不错的开放资料的 endpoint， 我们可以取得即时，不是即时啊，就是每个小时的 PN2.5 的读数，然后就把这两个资料混在一起，就变成大家刚刚看到这个漂亮的图。好，那这其实只是让一般的 end user 接收资料而已。那其实我们在想说，如何去 engage 更多，让大家有参与感，让大家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一栋建筑是什么？监察院啊，对不对？那大家知道政治现金的那个这个明细是你必须要跑去这个 building 里面去印出来，然后才能够拿到。他不给你 PDF 档，连 PDF 都给不给你，只给你去用那个影印机印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就这个 N 个月以前呢，就有人写了一个 hashtag 说啊，我们应该来把这个政治现金通通开放。然后突然就有一群人就是这个好嗨啊，有财不砍吗？然后就开始讲说，我们现在可以用什么方式去，然后这个 SOP 是什么，就是怎么申请，然后需要提供什么资料，就去把它印出来。然后呢，就开始有人接力。最后呢，就变成了
一大堆的资料放在网络上，那这个 Brownie 就把它切成一格一格的资料，变成是说每一格其实是一个小格子，那这个数字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captcha service， 对不对？就大家来数位化城市建设。好，那我把这个给美国的一些朋友看，他们就是下巴整个掉下来，就实在太嗨了。就是这个表格的判断方式，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方式。好，那大家这边有去打这个的格子的举手一下。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个实际的统计哈，就第一批资料是300,000笔，然后24小时内被清光嘛，然后是由10,000个人左右做的，一万个人，非常非常多人，非常惊人。那当然，真正进行数位化，在这个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个监察院就说，我们希望这个还是由监察院来做嘛，那希望这个进行这个活动的人审慎考虑，这个就是。是否合法或什么东西？因为证监会嘛，想说你不可以去做一些盈利或什么东西的事情嘛。好，那这个参与这个 project 的人就想，哦，经过审慎考虑，我们感谢监察院提醒我们说要把这个警告标志放上去，说，哎，请不要做盈利或者什么事情。那经过审慎考虑，我们还是要继续进行。好，因为我们等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嘛，那我们就是觉得，哎，这个非常重要。好，那有了这个资料就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可以。当然就可以有数位化的方式去阅读这个内容啊，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统计啊，甚至搭配这个工商登记资料，你可以看到 ownership 的时候，就是说哪一个公司跟哪一个公司其实是一个集团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找出来说某一个集团它的政治现金流向总额到底是多少，因为每一个公司它有一个限额是几百万，就是不是很高，但是你要看出有趣的，可能就要把它变成一个集团，那它这个集团它赞助的是哪一些政治人物，那他们通过的法案是哪一些？那里面有没有 questionable 的事情？好，那有这些资料就可以做这些事情。那这个在美国其实有一个叫做 Open Secret 跟 Follow the Money Trail 这几个网站就在做类似的事情。那所以就是我们也在讨论说，哎，有没有办法就是共用这些东西？好，那这个 project 就是把政治现金数位化是最近的事情，大概上个月。那其实它就是非常非常的像一般的 GNE project， 其实它是非常分散的，没有一个 PM 说我们现在来做什么做什么。好，那它是由一大群 NGO 的朋友冲进去那个刚才那个 building 里面印出来，然后他们自己也 refine 一个 SOP， 后来好像变成是可以印4页还是怎么样子。好，那这个 project 大概有超过10个 developer 在做不同的数位化的处理，包括切表格啊，把它变成 capture 啊，或者后续的统计。好，可能大家有5个不同的budget。好，那彼此之间其实一开始也没有说，哎，谁先做什么，再做什么，不是说规划好的，就是说每一个人就觉得，哎，我先做一步，然后告诉大家说我已经做到这里，接下来看谁要做什么。好，就是跟传统上好像你用 top down 去想说，哎，做 A 做 B 这样不大一样。好，那这个是非常 typical 在经营里面，就是常常是这样发生。好，重点就是说，经营这个社群这么蓬勃。那让世界各地都觉得天哪，实在太嗨了。那其实我觉得归纳出来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运作的方式跟现在网络的，就说今天这个网际网络怎么样建构起来是很类似的。我们有一个粗略的共识，就是说我们想要一个更 open 的 government， 我们想要更多人参与。我不是很确定什么叫 open government， 可是大概知道就是说，就是更多人参与、更透明、更怎么样，但是没有一个明确定义。好，那就像网际网络一样。没有明确定义说什么叫 Internet， 没有人去说，几年之后我们开始做 mobile device， 几年之后我们开始做直播之类的，啊，就是事情就是，我们大概知道我们需要一个更 well connected 的世界，然后有更多的资料用不同的方式分享，我们大概知道这样子。但重点是我们有可以运作的软体、运作的东西 prototype， 让大家一直去改进它，啊，所以这个概念其实很像。好嘞，等一下。好，所以简单说，其实这个 GNB 就是试图去结合自由软体、公民运动，还有社群媒体三个不同的东西的最佳的 practice， 把它结合起来去做一些我们觉得可以改变的事情。好，以上是关于 GNB 的介绍。哎，之前没有。因为我发现今天有些人我不认识，我不认识的人有另外有觉得知道 GNB 在干嘛，但是他就知道。
有没有问题？喝口水，有没有问题可以提问？好，没有问题，我们要继续哦。那就是今天其实主题是世界各地，就是 的一些心得嘛。好，那为什么要去世界各地呢？就是他不是要选市长那个啊？就是这个好像是说什么如何摆脱22K前朝30K前进，就叫大家要出国做记者。其实我非常同意啊。那我不知道，因为有些人没有那么熟，那就是我其实之前在英国工作好几年嘛。好，那我是常常都推荐，因为很多人现在流行去英国念书嘛，因为只要一年而已。那我都跟大家讲说，你如果可以的话，就去英国工作，不要去念书。好，因为你一来一往，我工作可以存一点钱，念书很贵。那工作其实那个交友圈我觉得更大。那像我这次去三个礼拜，除了 DC 就是在华盛顿是大会安排的旅馆之外，其他地方都是住在朋友家。那些朋友都是在英国工作的时候认识的。那他们有些人就搬回加拿大，然后就是或是在其他地方这样子。我还有搬到这个中东的，那个是在英国认识的。Anyway， 那我们就先讲说这个智利啊，这个是4月底的时候，那这个是在今年初的时候，就是英国的 My Society， 他们算是世界上最老的做这种 City Hacking 的 NGO。哦，他们一开始做的事情就是什么？是国会监督。哦，他们把英国国会的这个记录全部 pass 出来，变成一个线上的版本，然后你可以 comment 或者你可以去问的你选区的议员说，哎，你对于这议题怎么样？所以他们算是一个最老牌的做这样用科技去做监督事情的 NGO。好，那在今年初的时候，他们和智利的另外一个类似做类似事情的 NGO 叫 FCI， 好 ，Svidano Italianate， 西班牙文的部落。那他们就觉得说，哎，我们要在就是说让全世界做这类的事情的人能够更连接起来，因为大家都在做很类似的事情嘛。每一个国家都要有一个或两个国会监督网站，然后政治先进追踪网站，然后政商关系追踪网站，类似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就想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federation， 有一个联，就是联邦哈，就是大家 share 里面的 know how， 或说甚至小元件。那为什么 share 小元件呢？因为其实每一个国家它的政治体制差很多，好，比如说我们是只有一个国会嘛，那有些地方是两院制。有些地方投票的方式不一样，是要走过一个门才够算投票，所以他们国会记录下来的内容都差很多。所以做今天我们做了，比如说台湾的国会大代机，要直接移植去中国，可能他没有国会，要直接移植去香港，可能就不大适用，或者直接移植去菲律宾，可能就不大适用。那所以 Populous 就是这个 Federation 的想法是说，我们尽量把东西抽得越小越好。好，有一个元件，它是专门做 People Directory， 记录所有的就是这个组织跟人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用在国会的话，就是国会议员嘛，然后它属于哪个委员会嘛，然后每一届的人什么，就是有一个 component 专门做这件事情而已。好，那另外一个 component 专门做可以写信给某一个人的功能。那这两个都起来，就有一个写信给国会议员的网站。好，那所以他的想法就是说，把各个小东西都拆开来，然后让想要做这种国会监督网站或者其他东西的人，就是把它用拼凑组合起来，甚至你不足的地方，你就用这样去把它兜起来，等于减少说大家去做重复的开发。所以呢，他们大概今年初的时候开始有一些比较热烈的讨论，那他就反正因为我们做蛮多事情的，就是巡线联络到这边，就想了解一下台湾的状况啊。那一听之后想说，哎，那应该邀请大家就是来一起讨论，那所以他们在4月的时候就办了一个 conference， 在智利的圣地亚哥。那智利我们在超远，从台北、香港，然后雪梨，然后在雪梨到智利12小时，有够远，多伦多大概33小时。对，好，那总之，但是那时候有点犹豫啦。后来看到说，天哪，这个大概有将近30个国家的人来，那不去实在太可惜了，所以就还是就去好了。当然，他们有补助机票，所以非常不错。他们好像从 Google.org， 就是 Google 的他们有就是做一些捐助给 NGO 的一些东西。那他们有从那边拿到一笔钱，去试图去推广这个概念。
那这个 Topless Con 呢，就是在讨论如何有哪些 component 是我们要的。那已经在处理各种 component 的人，他们目前能不能合作？那它整个运作的方式是一个 on conference。那所谓 on conference 就是说没有既定议程，那每一个人就是拿这个便利贴去贴，然后有看到类似的议程就把它 group 起来，把它放到同一个 session。啊，反正你就是找一个房间去讨论。好，那所以最后就会变成像这样子。好，那就蛮有趣的。那其实这个讨论的质量非常的高。那比如说我有 run 一个 session 是关于所有处理国会议案的，就是议案文书的一个 session。那我们就在讨论说，就是因为要看各国有什么不同的方式嘛。譬如说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其实算不错的，虽然它是一个 Word 档，那可是它有说这个条文原来是什么，新的是什么，说明是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对照表。那像德国的话，它就会说，我们这个修法是要把某某法条的法律的第三段的第二个字改成什么。好，所以你就要 semantically 去 parse 说它原来是什么，新的是什么，你才能够产生那个 diff。啊，那可是其实有时候你是希望 semantic diff， 就是说你是希望说了解它的修法内容之后有一个具体的说明是什么，所以就在想说，哎，那我们可能就要 support 各种可能性，然后让它这个系统可以变成是 crowdsource， 就让大家来编辑这个semantic 或者说实际的内容这样的方式，就是通用的。那一旦有这个通用的东西呢，就可以把原来我们做的这个 diff 加在上面，对，就是这样的想法去把试图把东西拆开来。那 Populous 的现况其实是已经有好几个 component 了，是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地方开发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线是，就是澳洲有澳洲用英国开发的元件，然后这个智利也用英国开发的元件，然后谁用谁的，就是目前大概有五六个 component 才刚开始。那目前还在就是说看怎么样让更多人加入这样子的方式 share， 已经从就不要做重复的事情。他说我有参加这里面的两个 community 去决定说 component 怎么样认证啊，然后我们现在需要什么 component， 然后新的 component 要申请加入的话要经过什么程序啊，这样的东西。那所以下次黑客松不说平常无聊的话，如果你觉得你的发掘好像可以抽出一个什么东西在世界各地重用的话，就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想。那刚提到说，这个 Populous 其实是 My Society 英国的这个和智利的另外一个 NGO 去主导起来的。那 Tom Steinberg 他其实是 My Society 的创办人，然后他就是这一两年就是四处了解说世界各地的情况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台湾和以色列其实是两个最大最 active 的地方。好，那当然我们是最大，因为以色列大概是300人左右，好，那所以这个。没有输过比赛，还不知道第一。OK， 好，那其实智利回来之后，我大概待了十天之后呢，就去英国了。那这个其实是这样，本来是我要去加拿大参加一个比较技术性的会议，然后还有去华盛顿参加 Transparency Camp， 就是 Sunlight Foundation 的。好，那等一下会稍微讲比较多一点。那可是后来呢，就有这个冯博士有一天就说，我们要去参访英国 ODI， 我想说你应该一起来分享一下台湾经验。结果哇，这时间就卡得很紧，就变成说从智利回来十天就跑去英国。好，那这个地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说我们台湾现在有在推 Open Data 这件事情嘛。那 Open Data 这件事情当然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希望政府更透明，那另外一个是说能不能形成一个产业。变成是说，真的有很多新的经济、新的 business 是 based on open data 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圈里面。那 ODI 其实是英国政府半资助的一个独立单位。好，那他们做的事情非常有趣，他们其实是算一个连接者，把他们不是说直接去投资公司哦，好，他们是说他们 incubate 公司，是让公司一起来一个算是一个 co-working space。那他们会去想办法跟potential 的这个客户去连接起来，这样子。那通常 ODI 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们会提到一个 case。好，那这个 case 有上过经济学人，是一个叫做 Mastodon C 的一个资料分析公司。好，那他的这个有趣的 case 是什么？是说一个他去分析 NHS， 就是英国的健保的所有的用药资料。
好，那他发现说这个降胆固醇的药，它有一般的学名药跟有专利，就是有应该不专利，就是有品牌的药。好，那就是可是在不同的地区使用的比例就差很多，有些地方特别喜欢用品牌药，有些地方没有就用没有那么多。那其实它的效用一样，那只是说有一些人可能对某些副作用敏感或者什么样的时候，你可能就不能用一般就是学名药。那所以这样去分析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说，其实有些地方好像不是那么合理，是那些人特别都容易有副作用吗？还是说这个药商让医生多开某一种药之类的？好，那所以他们这样的分析，其实就把就是把这个分析的结果，让英国的健保局去参考，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可以做更多 auditing。那这样子其实他说所有的东西如果都用学名药的话，其实差距是两亿英镑。好，那所以就是这个中间就有很大的利润空间。那所以这个公司它主要就是卖这样子 data 分析的 service。那另外一个有趣的，他们incubate 的公司叫做 Carbon Culture。好，忘了打名字，不好意思。好，那这个公司其实是怎么讲？是希望说大家去做节能减碳。好，那他做的事情也很有趣了，他卖服务给一个 office building 或者一个办公大楼，那就说就是可以让你及时监测目前的用电量怎么样，那监测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发布在网站上，告诉大家我非常的绿能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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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听起来很无聊对，可是其实他们还做了蛮多有趣的事情，他们像是英国其实是还蛮多时候会加班的，好像台湾一样，那在一个巨大的办公室里面，如果你加班的时候，其实大家如果在同一个就是聚集到同一个地方工作的时候，其实可以省电，对吧？你就不用每个地方都开灯嘛，只要这个地方开灯就好。所以他们就设计一些游戏，让你说，其实下班的时候聚集在一起，可能就会获得什么成就或者之类的。好，那所以这个他们就做一系列的服务，然后针对不同的办公空间，可能就有不同的游戏方式。那这个服务能卖给谁呢？卖给很多政府的 building 啊，或者是企业的办公大楼啊，让他们可以真的省电，然后又让员工觉得，好像省电是一件还蛮酷的事情，听起来很怪，对不对？可是这真是一个 business。好，那另外一个有趣的 case 是比较不一样的是叫 Open Corporate。好，那它这个 data 其实是由世界不同的地方贡献了，就是它有几乎大概想看快30个国家的 company registry。好，那所以你就可以做一些跨国的分析，譬如说这个是Goldman Sachs 高盛公司，他们的世界各地的子公司的这个 ownership 的分析，就说这个子公司可能是芝加哥好了，它可能是控制开曼群岛的某一个公司，然后再控制另外一个公司，你可以把这个 flow 抓出来。好，那它这个图是它这个 visualization 是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美国嘛，可是它把它的地理空间根据它控制的资金去放大缩小，所以看到下面这一块很大的大陆，大家看起来不是很熟悉的叫开曼群岛，快要跟美国一样大。好，那所以那这个 Open Corporate 它的 business model 就很有趣了，它所有的资料都是把它整理好变成 Open Data， 好，就说是一个开放格式 Open Access， 任何人都可以取用。但是如果你要商业用的话，你要付 license。OK， 那所以什么情况下大家会需要商业用呢？譬如说你的竞争对手想要 monitor 你的时候，他可能就付一些钱去做这样子。我的竞争对手有没有突然改变营业项目，或是突然多了一个开曼群岛的子公司，或是什么东西的？好，所以他的收入就是有这样的收入来源。好，那所以其实那个因为我刚好在Transparency Camp 的时候遇到他的创办人，然后就把我们的工商登记资料丢给他，所以 hopefully 台湾的资料很快就会有，你可以看到台湾在上面多大，应该没有很大，对。OK， 好，那所以大家就是刚才提到的是三个不同的ODI 和 Incubate 的公司做的事情。好，那其实你看到前两个他的客户很多都是政府单位。好，那这个比较不一样，这个它可能是可以卖一些 intelligence 给 private sector。那我们看看台湾的这个 open data 的目前的，就说要
往产业发展的这个政策哦，就是说，它其实 同时也是有，就是说希望说促进供给面跟需求面两部分。好，那这个供给面就由这边后面国发会的胡主去负责，对不对？去跟各单位说，哎，现在需要什么资料？那需求面呢，就由工业局去推动。那大家可能知道，工业局推动目前可能是有一些竞赛嘛，有一些补助嘛，这样的方式去做。好，那可是当我就是跟 ODI 的人实际的聊天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纳闷，就是说，你们 Incubate 大概十几个公司，有多少公司是卖 service 给政府的？他说是有 open corporate 不是，其他什么都是。那我想说，那你们没有什么采购法规或者是什么东西吗？还是你们就帮他们敲好还是怎么样？因为你是办政府单位嘛。他说其实这个问题很久以前就解决了 ，ODI 大概只有两年的时间嘛。他说这个问题在四年前被解决了。好，那英国政府有一个东西叫 G Cloud， 现在改名叫做 Cloud Store。那这个有点像是就说有点像我们台湾的这个共同采购契约，哦，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台银还是什么中央信托局，先跟各个供应商单位谈好一个价钱。那之后呢，就是每一个地方，就是说每一个单位要买一些电脑或是买一些什么东西，就不用重新去招标或是预约什么东西的，有点像这样的感觉。只是说，它让数位服务也可以在这个 marketplace 上面。我觉得我今天不管是要卖 infrastructure， 卖一个虚拟机器，或者说卖一个 platform， 甚至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比如分析 NHS 用药，它也是可以是一个 service， 可以放在这个平台上面。好，那所以那个单位只要有需求，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上面去买。好，那譬如说上面我就稍微看了一下，上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啊？它居然有一个那个边境管理系统，就是我们要入境英国的时候的管理系统也在上面，一个月只要17万英镑，买套吗？OK， 不过这当然比较极端的 case 啊。那我待会会讲到这个边境管理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后话可以讲。那当然比较有趣的是，不只是，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共同采购契约，可能买的东西你觉得是 commodity， 比如说就是电脑，它就是规格，就是你可以定好的。哦，那在英国，我觉得他们把它变得更前进一点的是，他把比如说 software as a service 也变成 commodity， 那甚至 consulting 也变成 commodity， 就变成说，如果你的单位需要去了解Open source 的，你们单位要如何采用 Open source 的话，有一个一小时100英镑的服务的顾问服务，那你就可以不用招标，你就直接你觉得你需要就要，那它 minimum 是要一天，对，我觉得这个价钱还好，没有贵啊，好蛮合理的。那当然这个因为就是说我对政府如何运作没有那么了解，但是我发现的问题是很多 Open Data 应用。在一开始，其实他的顾客可能是政府。好，那当你这个需求的这个开关没有打开，没有办法打开的时候，就是说我今天新一个新创公司，我哪有时间去跟你搞一些招标什么东西？甚至我今天有跟健保局说，我可以帮你省2亿，他会理我吗？不会。好，那所以就是说，在这个环境下，如何去让一些创新的一些数位服务变成？其实你可以想象说，这是一种扩大内需嘛，就说，但是传统扩大内需就是盖桥或是盖路嘛，对不对？那现在变成说，其实数位服务、数位软体，它是一种也是一种内需嘛。政府单位可能需要一些，比如说，收集民意的工具，就说用监控 Facebook 的工具，不知道，还是不要这样，对，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说你如何让新创公司去做创新的服务，然后它又有一个有一个出口，就说可以被 public sector 去采购。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仔细去看英国他在做其实我们台湾常常自己讲说你的这个一政府做得很不错，那我就后来发现说去看一下英国他在做什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叫做 GDS。那 GDS 这个团队呢，他们就是大概成立快4年，跟那个G Cloud 刚刚那个差不多时间，
好，那他们负责主要负责 gov.uk 这个网站，他们把所有政府单位集合起来放在 gov.uk， 然后给他们一个 guideline， 说你如果要设计数位服务的话，要注意哪些事情。OK， 那我等一下再讲这个 guideline。那总之呢，这个因为这个 GDS 就是 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 英国的这个政府的数位服务团队，他们的这个director 总监叫做 Mike Graham， 那他刚好是 My Society 的另外一个创办人。就是刚才提到最早做国会监督的这个网站，那他就被找去英国政府说，哎，我们其实要转型啊，那为什么他们会突然做这件事情呢？等一下再说。好，那他有一个名言是说，我们不是来修政府网站的，我们是来修政府，我们要把整个政府的心态都修过。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在传统的这个类比时代，好了，就说。类比时代，我们基本上是由政策去决定说你政府能提供什么服务。好， 我有这样的政策，比如说我有劳健保，那我就提供这个服务。好，那可是数位时代，其实因为你提供服务的媒介完全不同，所以可能性也不同了，所以你的政策的需求可能变成是说，从你能够提供什么服务，那你就要去制定什么政策，因为反过来。好，那所以他在做这个算是说英国政府的 digital transformation。的时候，他就想说，我们不是来改政府网站的，我们是来把政府整个改掉。那大家知道，就是说，如果这边有做设计的或者是网站的，会知道 gov.uk 这个网站获得了2013年的英国的设计博物馆的设计大奖。它不是网站大奖，是设计大奖，打败了很多家具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设计，有网站变一个政府网站变成设计大奖首奖。这超怪的，这网站那么无聊，怎么会变成设计大奖 ？OK， 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他会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他可以获得设计大奖？那他在出发的时候，他讲说他们要做这个所谓 user centric 的 design， 好 ，digital service， 什么意思呢？这边有器官捐献卡吗？有人有签器官捐献卡吗？只有高达一人，不止，好。那你们是在哪里签捐献卡？医院吗？还是在哪裡？医院，对不对？好，那他们发现说什么呢？如果你在申请驾照的时候，跟他讲说，你要不要顺便同意机关捐赠？效果出奇的好。当然，他们中间做了很多研究 ，A/B testing 啊 ，whatever 这种，我们所有就是做 web 的人都知道的这些事情，然后去决定说我们要做这件事。那你可以想象说。这个在传统政府来讲，这是一个跨机关的事情，这是一个不同 agency 之间的事情，基本上是不会发生的。好，那所以这个 GDS 它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说，目前所有政府提供的线上服务都非常的机关本位，它就是提供自己本来的业务的数位化服务，而不是说从市民的需求或者想法去思考说，你可以怎么样把数位服务做得更好。好，那所以 GDS 他们这个团队大概有400个人。那我就是因为他是 Tom 的朋友，那 Tom 就是发现台湾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CD Hacking 社群之后，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就是因为我刚好去伦敦嘛，他说你一定要找 CEO 刚好去那边演讲一下，那我就去他们的这个 Team Meeting。那这 Team Meeting 非常有趣，我一去他们在这个伦敦的国王学院里面，然后他基本上是一个400个人的场地，很大的一个演讲厅。好，然后我去的时候还没有换我讲，我就听他们讲什么。那就有一个做 single sign up 的，他们在讲说，我们现在跟电信商合作，可以用谁谁谁的电手机，谁谁谁的手机开始做 single sign up， 这个还在 beta。那之后你的机关如果要用这个服务的话，就可以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后来又跑一个人，他们是做这个叫什么驾照，你可以线上去查你的驾照有没有被记点，因为在英国如果撞车或者酒驾就被记点之类的。好，然后或者你的超速干嘛？那你可以线上去查询，就有点像我们线上查罚单嘛。那它网站就非常简单。那现场它 demo 就 demo 那个 Mike， 就是刚才那个他的总监这个老板的 Mike 的这个驾照输进去之后，就说你可以开什么车，你可以骑什么车，居然出现坦克车。他可能之前是军人。Anyway， 那总之呢，就是我觉得这个 conference 就是也不算 conference， 就是他们自己的 team meeting 而已哦，大概400个人。就很像一个 technical 的 conference， 就是每个人上台分享说，我们最近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最近
做了什么就是 新的东西，然后之后希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那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因为 就政府机关哎，然后大群人上去分享各种就是技术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好，那其实我在英国工作的时候的，好像有三个同事现在都在 GDS 里面，就是做各种不同 的事情。那总之这个我的演讲完之后呢，后来就有一个就有一个在也是在 GDS 里面，他在 CTO Office， 他是做 Open Source 相关的，那他就对我的内容觉得很有兴趣，因为他觉得虽然说 GDS 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基本上他们很多基本上几乎快所有的新做的软体、新做的网站都是 Open Source， 你可以在 GitHub 上面看到，叫做 AlphaGov UK。他们基本上所有东西放在网络上，那可是他觉得说，哎，其实他们跨机关的合作还是可以做得更好。好，那因为他们并不是说把所有机关的 IT 通通包下来做，而是说他可能会进去他们 office 跟大家辅导，就是说，哎，你可以注意这个，你可以注意这个。所以并不是说他变成一个接案单位。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蛮多人知道 GDS， 知道他们做很多很酷的事情，然后包括他们有一些 design principle 之类的东西，可是。后来，这个在吃饭的时候 ，Tom 跟我讲的，就说 GDS 他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他有对英国政府 IT 专案的否决权，这就厉害了哦。这个今天交通部说要盖一个 ETC， 那 GDS 就可以说不行，太烂，太酷了，对不对？好，那当然他并不是说就是几个人决定什么，而是说他有一个26个。26个 item 的概览，你说你要符合这些才可以。好，那其中就有一个是，就是说你如果要新开发软体的话，那你就要 open source， 不然你就要解释说为什么你不是 open source。好，那你如果买既有 solution 当然是 OK， 你新开发的话你就要 open source。那还有很多很多，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在你可以看 digital by default 的 service standard， 好，就他们有定出你政府如果要提供数位服务都要符合这个东西，好，那不然他就把你否决掉。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觉得不可思议，或者是太诡异了？那个否决啊，他们是就是那个部门做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还是说有个比较 detail 的程序？就我的了解，好像是你如果有个 IT project， 你就要 submit 到某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就会问 GDS 的意见。那如果说你这个 plan 就是太鬼扯了，或者是对，那基本上我在想说，他你如果去看他这个 service standard， 他会讲说，你做数位，你做 IT project， 你不能说像是买一个东西回来，哦，你要变成是像真的做 IT project， 业界就会知道，就是我们要不停的跟开发的人讨论嘛，客户要不停的跟开发讨论，那因为盖一个桥就是盖完就好了。可是大家到 digital project 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出现 iPhone， 那怎么办？你就不 support 这个 mobile， 明天再说吗？这个很难讲，对不对？那所以可能就是有一些东西变化太快了。你说等这个 waterfall 跑完了之后，就来不及了。那所以他们就要求说，你就必须要就是 constantly 用去 iteration， 每一个你可能就是把它切成不同的 phase。那今年就是做这个部分，可能不是一年，可能是一个短期的，就做这个部分，之后再做下一个部分，好，而不是说就弄一个5年的 project。 那今天有问题？你觉得这个那个成员构成是法律，他的权利是法律给他的吗？那他的成员组成跟成员的怎么去遴选这个成员的那个部分有进一步的事情？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不过他是属于。就是英国内阁下面有一个 department 叫做就是政府的 efficiency 跟 saving， 就是你如何让政府更有效率，然后省钱的部门，那它是属于下面的一个算是独立的部门，对，所以它是一个公部门，它是一个公部门，对，那些400人都是公务员，对，但是有一些人是可能是 contract by contract， 对，像我之前同事他就说他现在哦 I'm a public servant now。For 2 years， 对啊，那当然，我觉得，反正你如果做软体相关的，一个地方待2年也不错，对不对？所以，
所以后面有 GOV 的，我们可以演绎一下这个，可行吗？还有问题吗？当初麦克入格来龙去脉有什么？如何就是发生这件事情，对不对？对。好，这个是待会会讲到，我先讲一下，就是其实所有的政府改变都是一定是因为危机的关系，危机才有转机啊。好，那这个是后来我问到，就是说为什么英国政府会做一个这么 radical 的东西？因为这个其实是非常极端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让一个机关有一个否决权。好，那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个 healthcare information system， 有点像健保资讯连线系统之类的东西。好，然后这是一个巨大的 project， 好，然后是一个 ten billion， 就是100亿英镑的 project fail， 好，没有办法上线。OK， 好，那所以就是整个这个英国政府就出现 IT 信任危机，然后就开始问他怎么办。好，那这个胖跟我讲说，哈，就是说我知道你们台湾现在有危机啊，但是从危机到真正发生改变之间要开200次会，所以不会那么快。OK， 好，那我这个还有后半段的故事，等一下再讲。好，所以总之在英国的行程其实很赶，就是去演讲，然后。跟一些老朋友聚会一下，然后我就跑去加拿大去渥太华。那渥太华其实去参加一个比较技术性的 conference， 就是关于一个资料库叫做 PostgreSQL， 这边如果是做技术应该知道。那技术部分我就不讲了，只是我本来想说这个是一个那跟 G01 无关的一个 conference 嘛，就是反正去聊一下技术。那因为我有做一些专案是跟这个有关的，去分享一下。没想到有一个 session 是说。这个俄国的政府，俄国的国会如何使用 PostgreSQL 提供 Open Data？ 好，那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但当然是很有趣的，就是他们为了要让就是俄国的这个国会的一些就是像是那个全文可以被检索，他们就去让这个 Postgres 的 Full Text Index 变得更快，变得让它的全文检索的功能变更强之类的，然后把这个专案叫 Vaca 之类的，不重要。那总之就是因为才从那个 Paulus 的 Conference 回来嘛，那我就跟这个俄国人讲说，其实现在世界各地很多人在做类似的事情，然后我们有一个联盟叫做 Paulus， 然后希望说，这个国会的东西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 standardize， 变成说用共同的标准，然后用共同方式储存或是表现一些东西，这样之后上面的应用可能就可以重复使用之类。那总之就莫名其妙的去渥太华这件事情就变得跟这个有关。那其实我本来是从渥太华之后就要去 BC， 然后参加 Transparency Camp。那这个有一个朋友在纽约，是在今年在香港认识的，我们在同一个 conference 演讲。然后他就说，你要去渥太华，然后要去华盛顿，那你一定要在纽约停一下，给我们一个 talk。然后我就说，好，那反正他就说他出机票，改机票的钱。好，那我就去了这个纽约的这个他们叫做 Beta NYC。就是贝塔版的纽约市，他们是也是一个 CB Hacking Community。那他们是Cover America， 就是美国的这个写程式改造社会计划的纽约分部。好，那他们算是一个在 Cover America 里面算是蛮活跃的一个分部，他们有蛮多自己的计划，然后有蛮多就是把一些应用都 deploy 出去。那他们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 Hack Night， 就是大家来就是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给一些 talk 或者什么。所以我就乱入去了那边，就还蛮多人来，30几个人。那其实就是讲刚才一开始讲那个 talk， 那其实因为这一个的时间就很长，因为其他的演讲基本上是和别人分时间，那这个就只有我，所以就讲了很久，然后还包括讲了学运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那总之大家就是就对所有的内容都觉得很有趣，好，那就继续聊了很多。那不过去纽这个去纽约，我就是有一个人就很想拜访。叫 Clay Shirky， 那我就跟他讲说，我晚上要在某个地方演讲，你要不要来？然后他就说，晚上有事，不然你先来我办公室喝个咖啡吧。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Clay Shirky 是谁，有人知道 Clay Shirky 吗？对，大概高达40%。那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 TED 演讲，叫做 How the Internet Will One Day Transform Government。
好，那它基本上里面讲的就是开放原始码的合作方式，还有用 Git 这样的协作方式，有一天会彻底的改变政府的运作方式。好，那这个就是大家知道 TED 就18分钟，没事可以看一下。好，那为什么我想要找他来我的 talk 呢？就是我要跟他讲说，哎，你的那个 One Day is happening now。OK， 那所以我就跑去跟他聊了很久。好，然后那他有一本书，他其实写了蛮多本书啊，有一本书叫 Cognitive Surplus。好，那因为我只有 Kindle 版，那我就想说，哎，你可以帮我签在纸上，然后我再拍一张纸过去。OK， 那其实这本书台湾是是翻成下班时间改造社会吗？扭转未来，对，像那其实那个中文翻译我觉得还蛮无聊的，对，一看着我下班时间我还要扭转，其实它重点就是讲认知剩余，什么叫认知剩余？就是脑力剩余了。好，它就是 server， 其实像我们跟某一个国家外贸的话，我们出超嘛，还多东西出来，好，那所以他在讲的是说，在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脑力剩余的时代。那剩余的时代，你如果不把这时间拿来应用，就浪费掉。那什么东西会把这个拿来应用呢？比如说 Wikipedia， 让大家把剩余的脑力，哎，一天十分钟，然后100万个人集合起来，天哪，就是一个百科全书了，对不对？那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不只是 Wikipedia， 那包括大家看到在 GDP 的很多专案的成果，可能就是哎，每个人贡献一点时间，然后我们有一个机制。让这些每一点小小的贡献可以被累积起来，才有可能。好，那就是其实刚才那个 Simon 问的那个问题，我是问 Kasherty 的，就我问他说，因为美国现在也有一个像 GDS 的一个组织，不是组织的，就是组织啊，叫 18F， 因为他们在某个联邦大楼的18楼，我知道 18F 非常没有创意，对。那他们要做的事情跟 GDS 很像，就是统合不同 agency 之间的数位专案，去协助他们。那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否决权。那我就问科学，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所以他在跟我讲说，这个英国这个 10 billion pound failure。好，然后我就说，哦，所以如果 health 点 GOV 不是说上线之后烂掉，而是完全上不了线，你们就会跟 GDS 一样，对不对？他就苦笑。好，他还有就是他还有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美国没有 Tom Steinberg 这样子的人，就是刚才 My Society 这个一开始的创办人，他非常努力的做很多事情，然后在 GDS 在被成立的时候，应该是穿针引线做很多事情。Anyway， 讲这个其实是不是要跟大家看那个奇怪的 Kindle 签名，是讲说我们在11月8号的时候会有GDB 的 Summit 高峰会，或是我们叫沙密松。那很高兴有邀请到 Clay Shirky 会来台湾给演讲给 Keynote。 好，那就是欢迎大家把这个时间记下来。会有线上什么意思？会好，应该会吧，对啊。 OK， 好，那这个纽约其实我只待了两个晚上，然后什么地方都没有去玩，就直接冲去华盛顿了。那大家如果有看这个 House of Cards 的话，这个就是美国国会嘛。好，那华盛顿这边有一个美国历史久远的 NGO， 叫做 Sunlight Foundation。他们有一个拼图，放了一个太阳眼镜。那他们大概成立8年，然后一直就是做推动国会开放资料，就政府整个开放资料政策。还有各种政府透明政策的一个 NGO。 好，那去年通过美国国会通过一个 Data Act， 就是说所有的联邦政府单位的预算跟实际的支出都要用数位格式提供给所有，就是所有的人去存取。好，那相较之下，你就想象说主计处要求所有的政府单位的每年的预算都用数位的方式，而不是一个 PDF 或是国防部里面用图档的方式提供，然后甚至是说不止预算，而是你实际执行支出的时候，因为有一笔专案钱真的拨下去的时候，这个资料也要让大家存取。那有这个资料可以做什么？你就可以看标案的进度，或者是有这些资料连接起来，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好，那这个是已经通过变成法律了。那这个主要就是他们去 lobby。
好，那因为我是有去申请他们的 international program， 好，就是他们说他们办这个活动叫 Transparency Camp， 就是透明夏令营。那他们就这个很活动很大，大概500-600人，那他们就希望说邀请世界各地的人来参加。那他们就大概资助了大概20个人，从不同国家来。好，那参加这 international program 第一天呢，我们就去看他们的国会的 lobby 怎么运作。那我们去的时候呢，其实是他们在讲说，我们今年要推，就是那个 Data Act 已经成功了嘛，我们今年要推 Real Time Transparency Act。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政治现金，尤其是选举的政治现金，都必须在48小时内公布出来。好，那其实美国的规定目前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只是到投票前20天的时候，这个规定不适用，因为大家都忙着最后冲刺，所以就不需要在48小时内公布。好，那所以他们就拉比就是把这个20天的东西拿掉，就是不管怎么样，你都是要在48小时内公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有一些巨大的政治现金就会利用这个漏洞去，在投票前20天去资助某个候选人。那选民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资讯，说，我投票给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企业赞助的？然后要等到3个月后，已经当选完之后才会知道。那他们觉得这个不合理，我在投票前我就应该知道说我选的这个人他的资金来源是谁。OK， 这样合理吗？那这个我们来推动OK， 不过这还来推动。我觉得这个内容是其次的。我觉得有趣的是说，他们从一个试图用科技去改变政治的一个 NGO， 变成说它有实体的一个 lobby 的算是连线，它有一个叫做 Sunlight Network。好，那他做的事情是说，他这一天叫做 Citizen Advocacy Day， 就是公民游说日。好，那这一天他就让比如说各州来的人聚集在这里，然后有一个人就开始跟大家讲说，你等一下去，都帮你约好时间哦，跟你选区的国会议员约好时间去办公室里面，你等一下跟他讲什么，然后有一些重点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跟他讲你要支持这个法案，就是你要给他 action item， 然后就是有很多 talk point， 就是说如何去成功的去游说，而不是说去呛虾或者是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蛮成功的。那我们好像没有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大家 email 或者打电话而已。那这个是真的 schedule 一个 meeting 去办公室里面，然后就是去施压，说我们要通过这个法案，好，然后给你一个很明确的，这已经是一个 draft， 那已经由某个国会议员提出了，那你就是要 co-sponsor 它，这样子有明确的要求。好，那基本上这是 international program， 就是让我们去就了解一下美国的实际的这个 lobby 的运作，然后的一些参访这样子。那实际这个活动呢，这个是2天的活动，就是也是一样，完全是 on conference， 只是它比较先进一点，就是说不是一直用便利贴贴来贴去，它有一个线上系统让大家去投稿，然后会有一群人帮忙 schedule 东西，或者说把类似主题的东西 group 在一起，然后就 排一大堆 schedule。那它主要就是鼓励大家，就是说不要说变成给一个演讲，而是说你今天开一个 session， 就是大家来讨论某一个主题。那你这个主持人，你可能就是去让这个对话可以开启。好，那像有一些 session 很酷哦，这个是有一个 session 叫做 Fixing FOIA， 就是让政府资讯公开法更有效。好，那这个他们边在讨论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插画家，就把它画成一个新制度之类的，超酷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在讲说 surveillance 的，就是监控的。那也是边在讨论，然后大家讲说现在有什么工具啊，要注意什么事情啊，然后旁边就有一个把它画成这样一个海报，这个是一个全开的海报。那这个 Transparency Camp 然后办第5年了。好，那因为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说天哪，500个人怎么 on conference 啊？后来发现其实还是很 OK， 然后它当然有一些 keynote。好，那像这个是他们的，这是 Google 的这个 Civic InnovationsCenter 的一个主要的人叫 Antias， 那他就讲他的 keynote 就讲说，其实我们现在叫计程车的方式都不一样，变5688或是手机或是 Uber， 好，那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的，订旅馆都不一样，没有人在打电话，都是线上的订，好，可是我们跟政府的沟通的管道其实还是没有改变过，好，那所以
其实很多事情都应该要去重新思考，说怎么样用新的方式，然后世界各地的人彼此分享经验。那所以这个 TCAM 很大，然后Populous 的朋友，就是我们也去 advocate 这个概念，因为真的世界各地可以看到，比如说摩洛哥啊，或者是哪里，就是每个人都在做很类似的事情，国会监督、政治献金，然后政商关系，对，这些都是重复的事情。那我们就希望说，还是把它抽出来，看有没有办法共同用一些共同的工具。那这个是今年的 Transparency Camp 的统计哦，500多个人，然后有三分之一是第一次来的，超过20个国家，然后美国国内有超过快30州。那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 session， 我最后去参加的 session 哦。那这个 session 的主讲人呢，他就在 ATF 工作，就是刚才提到的。美国的就是类似 GDS 这样子的组织，那他讲的他的主题叫做 Red Core 啊，我忘了主题名字。总之他在讲说，美国政府在制定法规的时候，就是行政命令的时候的一些特别的跟世界上不同的程序。那这个是他有一个就有点像是我们的叫什么？行政程序法，就是说，当你要制定一个行政命令的时候，你要经过这几个步骤，你要有一个 draft， 然后你要有空洞期，让大家去回应，然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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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好，所以其中最有趣的部分是说，这个因为刚好那天遇到这个美国行政法权威教授，顺便问他一下这件事情，那他就想说，这个好像是从1940几年的时候开始就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说。当一个行政机关要制定行政命令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个 draft 出来，然后放出来60天的时间去收集所有的公民的意见，所有的 comment。那他有义务在不管是下一个版本，或是实际上真正变成行政命令的时候的文件里面，针对里面所有重要的意见都要提到。如果你是同意他，你可能就采用他嘛；如果你不同意他，你就要说为什么。就是所有的东西，应该不是说所有，是所有重要的东西。那重要怎么定义？等一下再说。就是你必须去把这些东西全部都 cover 到，所有人民提出的意见都要被都要讲到它。好，那万一不这么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人可以去提起行政诉讼，说你这个制定行政命令的程序有瑕疵，你没有回应到某一个我认为是重要的意见。好，那这个时候由行政法庭。来决定说，这个意见是不是重要的？你是不是该回而没回，还是已读不回？OK，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去限制说，你在制定一些规则的时候，你必须要能够，就说让所有的声音被反映，而且反映之后你要回应，你说为什么？你要提出解释说，你如果不希望这样做的话，为什么？好，那我觉得其中有一个 slide 很有趣，就是说。在当你就是忙完了，然后这个又很烦的时候，然后你又有网络的时候，你又看到国家的一些政策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 WWIC， 什么是 WWIC？ Why wasn't I consulted？ 为什么没有问过我的意见？那这个是很正常，就是反正大家看到一个可能之前都不关心的意，比如说服贸，然后最后才知道，哎，怎么没有人问我的意见就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演讲的人，他在 ATF， 可他之前在一个美国政府里面算是最前卫的单位，叫做 Consumer Finance Protection Bureau， 就是消费金融的保护局。好，那大家可想而知，这个是在这个次级房贷爆炸之后，他们成立的一个新单位，去监管所有这种消费金融的东西。好，那这个局他们就身负重任了，因为这个次级房贷问题很大。那他们就在想说，哎，其实我们刚才看到那个9个步骤，有没有？9个吗？对，9个步骤，其实漏掉了第0个步骤，因为它其实只有第3、第4步骤的时候在收集公众意见，在这些制定之前并没有收集公众意见，然后他们就在实验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开始有这个行政的想法的之前就可以开始收集公众意见？好，所以他们就想说，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step zero？有这个时间点就开始收集意见，好，那可是我有问他说，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 open end 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要开经贸博士会，对不对？那这个 open end 的问题，你们有任何方式去处理吗？好，那基本上这个
这个是很困难的。他是说，都还是一个比较 focus 的主题。好，然后尤其是这个行政命令其实已经算是蛮细的。那基本上，他就是当他刚开始去这个地方工作的时候，去想要改进这个程序的时候，就有问大家说，哎，最常来给意见的人是谁？然后说，哦，就是那个有花生过敏的小孩的妈妈，就是在所有有食物的相关的规范，他们都会来给意见。那这很正常，对不对？那所以就说，他们也在想说，怎么样让这个其实已经是，你看现在可能到了超过60年的一个制度，有什么样可以更改进的空间？好，那不过重点就是说，他们现在有一个网站叫做 regulations.gov， 好，就是所有的行政命令，刚才提到的，就是要开始制定的时候，你就要把所有的相关资料贴在这里，然后大家可以。当然，以前60年前是用写信或者是去 office 去给意见嘛，那现在就可以用网络上去给意见。好，那你可以看到是说这个是这个是关于 Obamacare 的一些行政规则。然后你可以看到说这边它有40几万个 comment。好，那这个 regulations.gov 有趣的地方是说，它把所有的资料都用 API 方式提供。你如果要对它写外挂，或者是要对它做分析都可以。那所以 Sunlight 就是刚才提到的 Sunlight，他们除了做国会监督之外，也对这个下了一些功夫。他们写了一个东西叫做 Ducking Wrench， 它可以让你视觉化的看到，就是说什么时候有一个新的版本贴出来了，然后大家每一天给了多少 comment。你可以看到这个当然都是有时候很 peak。然后后来又有一个新的版本出来了，然后最后有实际上通过的行政命令。那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是说针对这个，因为你可以看到那40几万个的那个 comment 太夸张了，对不对？他们有做一个分析工具，不过今天刚好的网站坏掉，装不下抓图。但是他是会去把就说，比如说有30%的comment 是内容80%相近，他会把这个抓出来。所以你可以很快的 overview 看到各种不同的内容。当然，很多人会弄复制贴上的那个，它就会被 group 起来嘛。就是它有一些这样的，因为它把这个所有的内容都用 API 提供了，那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工具去帮忙分析，其实哪一些没有被回应到啊，或者是这样子的东西。那所以我们反观我国行政程序法第155条。制定法规命令的时候，得依职权举行听证，得哦，就是不用不一定要，他不一定要理你。好，那美国的规定是说，他一定要把它贴出来，一定要收集资讯，不一定是用听证的方式，一定要收集意见。那收集意见完之后，一定要针对重要的意见回复。好，那我问了一下，就是世界各地的情况，美国好像这个部分是最先进的。那英国是你一定要收集意见，可是你不一定要回复。好，那我是不一定要收集意见，那当然不一定要回复。好，那所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上游下来的问题，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当然那个时代没有 internet， 好，那所以就是说，他在这个制定规则的规则里面规定说，他必须要收集意见。好，那所谓的收集意见，那不管你是用什么管道，用写信的，或者是用现在数位的方式。那都是管道而已，那重点是说他必须要收到这个意见，他必须要做出回应。好，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那有了这个规定之后，就是大家才愿意去 engage， 因为不然这个意见出去都已读不回，他就觉得不想给意见。OK， 好，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从上游来讲。当意见是有分量的时候，有一些影响的时候，甚至是会在实际的记录里面的时候，那最近这个 regulation 上面比较大的就是 FCC 的这个网络中立性的意见书。那我还没有仔细看，但是我朋友讲说，现在就是他有第二个版本，那里面就 address 说，某某某提了什么意见，那我们很认同，所以采纳了。然后某某某巴拉巴拉巴拉这样，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真的。必须要这么做的，因为当你如果是一个比较争议性比较高的法案的时候，你如果不去 address 所有的问题的时候，到时候人家就会说你的这个程序有瑕疵，就把你 KO 了。好，所以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那所以我刚才提到一开始提到不是说希望今天我们
这个 talk 完之后就可以超英赶美嘛，就是因为这个英国是有这个 IT 否决权嘛，可是没有说法规这个一定要回应嘛。那美国是相反，美国是法规一定要回应，可是没有 IT 否决权。那如果我们两个都有的话，就走。OK， 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觉得怪怪的？不知道问问题，我讲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因为累积太多，先讲一下，不好意思。刚那个高监事说，哦，我是小儿科医师啦。那个高监事讲一个健保局的问题，健保局那个问题，其实健保局对学名药跟商品名药，的确是很需要这分析的资料，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是药价差。如果真的有人对健保资料不识数去分析啊，我觉得卖出来这一定是很有商机，而且一定有人会愿意买。然后这也是国家政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初朱基义博士。规划三大块，就是健保资料库释出嘛，兔公的那个东西，然后第三个忘记，大家回去可以去查一下。那健保资料库释出这部分我引爆一些啦，哦，因为他们跟英国一样是强制释出，所以我因为我对这个很不爽，所以我跑去跟台学会联合说，去挡他们一个强制每个人都要释出，因为他们把我们的个人资料只有加密，没有删掉，像美国是删掉，所以你没办法再回去。re-identification， 就是说你可以在一台资料抓出来它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对这个很不爽。那我在猜英国会这么容易能够 screen 这些资料，可能跟他们资料是强制释出，然后他们可能不太确定他们就是去识别化做得好不好。但是因为他们强制释出，所以这两年他们就健保资料不释出也被卡了，因为他们就是强制释出也是有争议，所以这个意见我们也有反映回去给那个政府，所以科技部长嘛，反正科技部长那时候是成立，我忘记了，对，科技部他那时候还是政委那时候就是说，他们一定会好好处理，不会做违法的事情。可是他们最近开始改个人资料保护法，所以他没有写很明显，但是我们猜他就要放开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是蛮重要的资料库。我们跟英国一样啊，都是全民健保，每个人都一样强制拿好。这资料真的是很可贵啊！我这又是国家政策，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私下聊一下，看大家怎么发挥 IT 的工作，然后我们也跟国家有合作这样子。然后如果彭博士有什么想法，我们再聊一下。另外这个跟行政方面合作的话，其实以前研考会一直很注重 open source 这个领域的，所以研考会都一直有办一些小活动跟 open source 社群合作，也是希望在他们公务人员体系里面来推广或那个，但是进度都很慢。然后研考会后来好像就变国发会，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国发会因为又这次那个资金区的事情又开始跟大家有联合，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如果大家有什么政策的话，要可以直接走行政体系去。那街头也是要去上啊，不过因为下车，街头还是要去上啊，因为街头是给那个压力嘛，你街头给压力，我们行政那边才会过得去这样。那其实任何手段都这样，我个人是觉得，纯社运的那些社群，他们就是不去那个国发会的会，我觉得不是很好啊。我也知道国发会的结论哈。不会对，就是他们也不会鸟你那个钱，真的。但是你去那个听证会或去公听会或去那国发会的话，其实你可以认识跟你同样的人。然后真的啦，政府有些官员也是有想做事，我就认识那些人，我觉得将来是有机会。那法律的问题，我们自己的经验，我自己以前推动那个医师法学生案，我们是真的觉得要以台湾这个生态要过法律，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你不管推什么意见哦，推他什么法律，他最后都会进那个黑箱，叫做什么两党协商，一定会进两党协商。那我不晓得我判断正不正确，你进两党协商以后，你好不容易争取到那个快要成功那个东西，可能在那边就被协商掉，因为他们可能他有三个法案，只有两法案，他们就会想说啊，这两法案我牺牲，那换你那个法案，那你最后怎么牺牲你都不想，所以这是没有办法，所以。政府他们自己喜欢走行政命令，所以就像国发会这时候他们就是要打开那个资金去需要用行政命令走。那所以我是觉得，行政命令是很重要的，但是
我不晓得行政命令我们要怎么跟政府合作，所以可能要跟大家多的，实际上有些 NGO 或什么样的意见，在我是觉得要做这条事情啊，可是超级感美我觉得有一点点困难，不过我觉得还要试试看。来，对不起，发表很多意见。台北人有很多意见要发表，不用了，发表一点可以。好，既然讲到国发会，我们就来赶快来推个坑哈。因为那个，我记得公共工程委员会也被并进国发会了。好，那我们所有采购的东西都是那边负责，没有吗？是没有还是不要？是交通部啦。哦，交通部哦，那我们怎么施压交通部？那个。这也是乔治亚，乔治亚听起来很落后，对不对？是。可是他们有所有的这个标案资料。那我觉得这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要在欧盟的话，那个就是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资料库，所以欧盟的采购，就是由政府的采购都要进同一个资料库，所以可能就强迫他做一些事情。那这个是这个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他们做的一个专案，就是去 track 所有的这个有在乔治亚竞标过的厂商，那跟我们这个标案分析的发展很像，只是因为标案分析的那个资料来源不稳定，所以后来可能就没有更新，没有力气更新。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做很多分析，就是这个公司他都是做都是做建筑相关的事情，然后他的就是哪一年得到多少标案之类的，都可以做这样的分析。那我觉得其实标案的资料是蛮重要的，因为那目前 World Bank 就是世界银行有在推一个叫做 Open Contract 的一个平台，就是说希望世界各地用某一种共通的规格去定这个 contracting 的内容。那这样有几个好处，就是当你跨国要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如果台湾真的要去这个不管 TPP 或者是 RCEP， 那当然到时候会变成说，各国政府的标案。其实厂商应该都可以参加，好，那可能就要有这样的平台去做这样的准备。那所以那其实这里面我觉得也可以做很多分析啦，包括和刚才这个政治现金的东西连接起来，可以找出一些 questionable。好，那当然我们会，当然不希望真的是有违法的事情，那只是说如果说现在这个资料是很困难取得的，那可能就是大家就大拉拉的这么做。那你如果大家会去看这个资料的话，你可能就逼着说他违法的人真的要走违法的路线。那当然目前就是说你都有申报啊，你都有干嘛干嘛就 OK， 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政府透明蛮重要的资料。那 Open Contracting 其实他们不只是讲标案资料，也讲到说执行的时候你实际上钱发下去这个资料也要出来，所以你这样可以有一个Dashboard 可以看到说国家所有的专案到底目前执行的成果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目前可能是每一季有一个预算执行率的报告或者是什么东西，最后才有决算嘛，所以当你 project delay 或是干嘛的时候都已经太晚才知道。那所以这个是其中看到一个有趣的 budget。 那其实在去 PopulousCon 的前一天，那有一群人他们就是在讨论要如何有一个共用的工具去 map 所有的政商关系，就是共通的工具去 map 这样，不只是政商关系啊，就是人物关系啊。我们好像人物关系图啊，不过他们希望可以更 general。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个 project， 它非常有趣，它是鼓励大家上传就是政治人物的照片，然后就帮他 tag， 就是你的非自主 Facebook， 总理跟某个电力公司的老板很好嘛，尤其这一天是刚好通过某个法案之后，好，那怪怪的。OK， 那所以其实有我们大概有看到五六个类似的专案，那也是在想说怎么样把共通的东西抓出来。好，那有一些是 NGO， 是一些基金会赞助的专案，然后已经变成有和媒体合作。那它甚至有一个线上 editor， 有点像我们的人物关系组织，它的 database 非常完整，你只要输入人，然后你可能旁边就冒出它的职称或是干嘛，然后就可以去画那个连接。好，那所以这一类的东西蛮多的，那有兴趣的话，赶快黑客松提一下，或者是然后做什么的话，你不觉得这个还蛮酷的吗？让大家上传照片，然后就可以。
Anyway， 好，那其实今天讲到的内容大概差不多，我想等一下就是大家自己可以提问或是讨论。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反正超音感美嘛，对，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还是一个很幼年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多多努力，做一些进步的改变，然后。那反正就希望反正有参与 GDP 或是 GOV 的就共享盛举这样子。好，那下次黑客松已经爆满了，就不用再广告了。6月21嘛，那8月底会是一个两天的黑客松，那所以可以再关注一下。好，那我今天大概讲到这边，那提问的话就请大家提问。我是要拿饮料的。我的了解是，目前他只有他的唯一的义务是送到国会，然后30天不 reject 就自动生效。哦，那个就那个已经是在通已经制定到一个阶段。对啊。所以现在好，比如说我们看比较常去表达意见的，可能是其实是法律的部分，因为像制裁庭那边都会用比较属于会有，比如说举行座谈之类的。不过制裁局那个是修法，不是行政命令。是啊，是啊。对啊，就是说在行政命令部分就没有这样子。我只看到说行政会院报他们会有什么报，但是条文就是他们行政院是有什么会报嘛？他们会把每他们这次要哪些行政命令跟法院要送到地方，他们会有报。那个已经都从部会出来了。对，所以其实也来不及。对、啊，那个。所以我才觉得，我刚才就是说，行政命令很重要，所以我们不要每次都打立法院，那都是很后段。我们现在从行政院就是这边进去，而且他们现在也有点怕乡民，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个机会，看有没有比较了解政府部门的那个那个。这边有了解政府的 ，GOV 的发言一下。这边就是。对于刚才博峰提到那个行政命令的问题，目前我们就是跟国发会在接触的过程中，管中敏他其实有承诺说，他们现在在跟研讨会，考虑怎么样去修改这个政策执行的前测的过程，然后会尽量的要求政府在执行之前就多安排公听会，可能先收集一次意见，然后。法律条文完备以后再收集一次意见，然后再来决定是不是要送入议员会。那现在他们是说有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他们是说他们预计一个月以内会提供一个相应的办法放到网络上面，那大家可以期待看看。那如果真的没有放出来的话，大家可以拿那个卧槽的影片去炮轰他们。你说他们会放在哪个网站？他们会放在哪里？我们是不知道啦。但是我只知道说他们有说会放出来，但是目前状况怎么样，其实我们并不清楚。所以这会是经贸国际会议的一个议题吗？不是。哎，不是。也不是，所以是就是政委。是那个之前那个资金区的那个线上资金区 online 的那个座谈之后会后，跟管中敏在讲话的时候，他们承诺的。证据都有，对对对。那个我只能
打听一下，就是说你有没有听到外国人啊？因为我们台湾就是常常就是听到政府要对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来不及了。那至于说那些老鹰、老美他们到底，如果他们遇到这种状况，他们会发生什么情况，或者是他们比较不会发生什么状况？就想他们有没有这么说过？刚才讲到的就是行政命令要被制定的时候，他就要征询公众意见，就有60天的期限。那之后你就是要针对里面重要的意见都要给回复，才能够有下一个版本或是变成真的命令。这是美国的情况。那英国就是你不用，你要收集意见，可是你不一定要回复。我想讲一个东西，然后问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刚刚有提到说，在行政命令提出草案之前 ，face 的那个地方，就是让很多民众可以参与的。那因为今天下午在讨论那个就是自治区的二次沟通会，然后就讨论到类似的东西。那我们当时讨论是说，可以把那个草案的生成过程，包含说它可能是闭门的顾问会议，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做，包含录影直播跟文播。所以让别人看到草案的时候，可以在看到草案之前就可以知道他经过哪些讨论。所以我们不会只看到法条写出来的东西，就看到它背后的精神利益跟当初是怎么发生的东西的。那另外一个想问的问题是说，因为刚刚就是讲到很多政策形成过程或者是法规制定程序要怎么就是让网络可以参与。那然后因为我刚刚有看到就是 GOV 的，然后在场，然后正在推动这件事情的人在上那个蔡政委也在，然后所以我想问说，这个东西就目前台湾能够推动的状况如何？比方说这个东西适不适合，有没有什么障碍？如果推动的话，我们可以尝试去找哪些人或者是什么单位等等，这样。所以这是我刚想问的东西。他不是问我。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 GOV 有蔡政委在这里，对不对？然后还有简处长，对不对？所以看有没有要回应一下，或者是因为都被认出来，不是我害的。GOV 总有一天需要非常 closely work with GOV 的，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来，我想是，我想，GOV 必须要，非常 closely 的 work with 机灵力啊，那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努力的。那我现在其实在推一个虚拟世界的法规调试啊，中间事实上就有一块是要做这个公民参与这一块啊。那我其实今天也是想要了解，就是说这一块如果我们将来在推的时候，到底这个嫁接要怎么样的嫁接？好，那我想今天我听到很多国外的做法。那我也知道说，事实上这个，我想这个透明的部分，在过去可能我们是透过，比如说，一个政策比较重要的政策，我们在推动的时候，会去找不同的所谓的公协会或者是专家学者的代表。那这样的一个实体的运作的方式，现在我想，我们必须要这个。思考这样的方式啊，在透过这个 internet 的这个管道，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跟怎么样来做啊？那我今天我觉得听到很多国外的做法，有很多国外的 reference。那如果需要涉及到修法，当然就比较严重啊，比较需要有一些程序啊。但是如果是只是就是方式，就是过去所谓的公开征询的方式，需要做一些变革的话，那我想这个可能可以就是在行政院体系，我们在做一些讨论，那以及相关的东西到底公告应该是公告在什么样的地方，让大家很容易可以找得到。
好，那我们的公告的这个网站是不是有很好的这个 API 可以让大家很容易的去搜寻？啊，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做一高分这一块啊，应该都会做更多的这个思考了哈。不过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但是这个已经开始在做，所以我想还有很多路要走了，不过已经开始了，希望大家多沟通，谢谢。一切都在加速前进。我讲一下哦，我想你刚刚讲说 one day change， 这个有点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我想应该不会太久，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好吧？我今天第一次见到政委哈，那我是彭启明，我是 ODA 哦。那事实上，我跟大家分享啊，大概在过年前吧，有一次的会议里面，因为 ODA 是如果说因为昨天那个我去参加那个英国女皇的生日哦，那个刚好英国的代表，英国的那些办事处的人，他们很高兴，就是英国跟台湾 Open Data 有一些关系啊，哈，那个在当时其实有一些很好玩的故事，但是他们就很好奇说，哎，你是 ODA 啊，你是安德在 TCA 还是安德在工业局还是在什么？好，那我说这是一个三角的恐怖平衡关系，因为我说我没有拿 ODA， 我拿那个 TCA 一毛钱，我也没有拿工业局一毛钱。所以今天他们如果做一些事情的一些，我有我的看法，那他们会不会听我的？不会。然后我能不能指挥他们？也不能。可是我如果骂他们，他们会不会紧张？会很紧张。所以这个一直是恐怖的三角关系。所以我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说 ODA， 因为有些网络在 ODA 有一些形象，但是我个人我觉得我在做一些帮要求，希望政府开放的事情，让这个环境可以打通了哈。那事实上，那时候我记得在一二月的时候，我也跟那时候我们总在 NIB 一段的最高领导人说 ，Open Data， 你要 Open Data 是让我们台湾起来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要拼经济，你不能让我们年轻人去卖鸡排、摆地摊。你要把 Open Data Open 出来。那他问了我一句啊，那 Open 什么？好，那我就跟他讲可以 Open 什么。然后后来他们下面的人有跟我说，哎，不是这个他有兴趣，你赶快写两页。好啊，结果后来我等了几个月没有回应啊，那他说有啦，签两个字，签英九两个字，就结束了。我老实说我是很沮丧这件事情的、啊、哈。然后但是问题是说，我觉得。我后来从某个角度，我就自己去政府的网站，所以研考会不好意思，国发会让他们很多事情做，因为督促各个副会去要求很多的资料。但是这个就我自己看到很多的回复，也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Open Data 是一个文化，那文化呢是存在政府里面，也存在我们人民里面。我们到底我们这个台湾，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有没有到达那样的 Open Data 的水准，跟人家一样？我觉得是还不到，所以纵使现在 open 了，只是 open 了一点点，然后要整个要改变，真的需要一点很大的时间。那我这次去跟那个高嘉南，我多了一个去爱尔兰，后来又去法国。那我个人觉得是说，其实 open data 这件事情，如果临时政府这件事情，其实就有现在的政府体制、现有的部门是完完全全达不到我们的理想的。像法国他们那个 whisky 也最清楚，他们有一个总理成立一个 whisky。成立一个SG Map， 那 SG Map 它就是从那个直接隶属于总理的一个组织，政府再造。那里面有一个叫做 Easy Lab， 他们就是负责 Open Data， 他们认为政府是这样的，他另外一个组织是这样的，他去改变这个东西。然后里面一半是政府人员，一半是非政府人员，企业出钱。好，来做这个事情，改造这个政府，让政府更有效率。好，那英国 ODI 他拿这个钱出来，那事实上我们去英国看到，还有一些是英国政府拿钱出来要做 Big Data 的，希望 Open Data 之后要做 Big Data 的后面的代表、后面的意义的处理。可是，在台湾，我最对那个英国有一家的单位，我问得非常彻底，后来事后问他说，为什么你们这个英国政府不委托你们的工研院、你们的资策会做这个事？他说：“我们也有很多这种组织，但是我们愿意来成立一个新的组织，让年轻人在一个废旧有的工厂里面去创业，去做这个事。他们五年后就不补助任何的钱，让他们去做改造这个都市，去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在场，我们去的人也有工业局的人。我说：那我们台湾做得到吗？因为这样的东西，
台湾如果要政府要拿出一个决议出来，那个董事长或是谁，好，就要是不是要受立法院监督，然后是不是要有这种任命权？那到最后呢，就是教授在决定这个事情。我们到台湾呢，是不是就这个样子？他说对，采购法就是没办法做完这个事情。所以其实我这次完了之后，其实后来也去法国看到一些产业的事情，事实上也看到一个这样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我个人觉得是说，台湾 open data 其实是一个文化。那现在如果我们真的要像这个改造，其实国会的改造、政治的改造一部分，还有很多的部门的 data， 像健保的 data、交通的 data、犯罪的 data， 其实现在其实那个东西要完完全全的我们跟别人打开，其实差距很大。我举个例子，例如说那个最近被抓起来某个县的副县长。其实他们那时候我就建议说，我出国前就他们很乐意想要来开放 open data， 可是他们下面的资讯主管呢，跟我回答我说，我们那个十几年前早就 open data 了，就是全部放在网络上面，你可以看到网络都有，我们政府说网络上都有，但是他们的领导、他们的首长知道 open data 这个东西，他们很乐意来做这个事。但是后来没想到发生这个事，那我就说，英国的内阁的总理，英国的内阁的总理，他们每天见了谁，非政府以外的人员，都公布的。例如说，我今天见到这个某个建设公司的董事长，姓赵，在哪里见，谈什么事情，那这个都公布。那万一被人家偷拍，他这个他没有又在那边，那他就是一个政治的丑闻了。那我说，你敢不敢做这个东西？他说他没有，他觉得他很清白，他没有什么公布。可是后来这个东西在 process 的东西，他们其实内部就还要再讨论这个事情，因为旁边人会帮他担心他这个事情会怎么样。所以基本上 open data 真的是一个文化，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大的改变。那我们台湾如果要真的要往那边走，其实政府要改变很多，那我们人民要改变很多。那其实有时候我也听到很多路人说政府要鼓励啊，要拍手要鼓掌啊，不是用骂的。可是有时候真的你会觉得是说鼓励似乎等不到那个改变的一天，所以真的是需要大家用各种的方式，不管是鼓励也好，不管是走上街头也好，都是一种改变的机会。因为我们是知道说我们要到那个文化真的来，真的是要一段很长很段长的时间，靠现在的人很多决定我们的人他是不懂得这个网络的生态的，所以这个改变呢是需要更大的力道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是我一点意见。我直接用讲就好了。其实我想要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听到一些政府他可能一些很多困难、很多困境，可是我们想要先了解的事情是，现在政府的困难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健保有隐私的问题，然后那个。然后犯罪的资料有那个 identify 嘛，健保犯罪资料都 identify 的问题。那眼前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案例，我想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借由这个机会来聊一下这个案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去年很红的十架登录事件，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议题，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就是政府已经公开了资料，他只差把资料放给我们而已，他实质上已经公开，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关闭。那为什么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办法公开？他是依据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体系，或是这件事背后是什么样的纠葛，让他没有办法公开？那是一个对法律的误解，而我们已经解决这个误解，或者是这是一个法律上还有的问题，我们应该推动修法。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明显，我们应该去讨论的一个很实质的议题。资料在哪里？我们已经几乎都看到它了，而事实上我们也拿到它了，结果最后的结果是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失败的案例。那我希望，就算我们没有办法拿到一些很敏感的资料，但是至少在未来我们有类似的情境，刚举个例子，蒙点好，今天如果教育部来追究蒙点的版权，对吧？这些都是一个困境。那我想知道说这些东西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场不管公部门也好，不管大家也好，大家对这件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可以来回应这个议题？谢谢。好，胡主要直接回。这件事情最熟的是。这是国发会的陈。大家好，我今天是乡民，今天是网友。不过我想，我刚刚您提到的这个案例，我觉得是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哈。其实，不动产实价登录它的法源依据有三法，
平均地权土地法还有地震释法，也就是说它的目的在推动的是让这个买卖的这个价格能够公开透明。我想其实这个部分它的目的会是希望促进我们在交易上的一个安全。那但是呢，它的三法里面它有规定，就是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实价的登录呢，它依法它可以收费，所以它依照了资讯公开法，再依照规费法，它有订立收费标准。所以呢，它的收费标准就是说它100枚吧，好，不买100枚的话就是2000块这样子。那刚开始它实价登录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不买100枚，可是呢有需要的人他去申请，他必须依照这个法规的规定去做申请。所以呢在资讯公开法的规范底下的时候，其实他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实价登录的资讯能够揭露，所以他建立了这样的网站让大家查询。可是其实我们在谈到 Open Data 的时候，资料开放跟资讯公开，我想其实大家都比我更熟，它的最大的差异在哪里？第一个，可用的格式，开放的格式；第二个，它授权再利用。那当初他们在做这个不动产实价登录这个查询网站的时候呢，他依照了资讯公开法，他把这样的一个资讯公开透明，可是他只做到查询。他如果要让民众利用的时候，他其实必须依照他的申请的要点去申请，然后收费。那所以刚开始大家去爬这个网站的时候，对地震师来讲的话，他其实依法行政，他其实是。也就是说他认为说他还是应该去做这个收费的动作，所以后来就是透过不同的管道，那给他们建议，那希望他们去，他们其实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们的那个收费标准里面的第16条，他只增加一个弹书，在网络上的查询，对不起，我知道我有点不是那么清楚，就是他在网络上公开的一定范围内的时候下载的时候的无偿提供，也就是说透过司法授权然后无偿提供的方式，它可以让这样子的一个当期的这个实价登录的资料可以做一个 open data。 所以它在去年的7月1号开始，它当期的3种资料包含买卖、包含租赁、包含三种忘记了，还有一个忘记了，它有3种资料集，它就是当期的资料，它其实就做一个公开，所以它其实是它当初原来的法规，它有规定它必须收费，所以它做后来做了修法的动作，那这个部分历经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是行政命令，行政命令是吧？还是法行政命令？在收费标准应该算行政命令。那所以我们所以我个人就对这很有兴趣啊。那我们怎么知道说他们修行命令的过程，然后我们在哪边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说所走行命令比较快，可能也比较不会有冲突，所以说我们一般 end user 怎么知道这个公布或者顺序。这个部分我必须再回去大家查清楚跟各位回报，因为我想这个部分说明出了之后其实可能会给各位错误的资讯，这样也不好。不过大家可以上一下行政院的行政院公报，其实对行政院公报的时候，其实呢它有规范，就是说法规命令的部分它必须做预告，可是这个部分有没有包含行政命令的修订也必须去做预告，这个部分我必须确认，但是法规的部分有，好，所以大家可以上一下那个行政院公报，而且行政院公报其实它有做 open data， 它每天下午4点一批同步发起，那同时呢它有 open data 的资料释出，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像我这边就要讲一个那个监察院那个的例子啊，事实上监察院本来就有他们的资料 PDF， 本来就是电子化的 PDF， 就是我们去监察院申请资料的时候，其实他们是PDF 印出来给我们，这些给我们，对，所以我们其实那时候就在爱心上讨论说，可不可以直接拿那个 PDF 出来，就算在图档也没关系，就是我们可以扫一个扫描的步骤，好，就省下一个扫描步骤。可是问题，它的行政法规，监察院的行政法规细则就是我们不能拿资料出来，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我们下次转移，本来想就是说，但是我们后来找公都嘛，可是因为我直接讲，因为通常。会有责任，会。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问题，只要一改，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但我知道这个问题有点敏感，好，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在接触一些那个社会运动的团体的时候，他们都很在意能不能上新闻，他们很在意这个有没有爆点，他们都要戳戳在爆点以后，他们才要去推动这些。
我其实有时候不太知道为什么，因为其实这有时候讲一讲就好了。我们有要，我们又不是要革命，我们是要慢慢演化。所以有时候我刚才讲到说，我们当然要上街头，但是我是觉得，我还是觉得我们如果行政官员能够给我们一点空间，让我们慢慢修改的话，其实大家上街的动力会少一点。然后我觉得大家会比较合作。不过这可能社运团你会觉得说，哎，你们这样子好像没有抗争啊，没有什么，好像不够应该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讲这样会得罪的，我对不起。我只说我有感觉。对，我们活动是到九点，不过场地我们借到十点，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 lightning talk， 那讲完之后如果想要可以离开就可以闪了，然后不然就可以继续待着聊天，然后如果没有缴200块记得缴200块。好，那好，等一下我们就让 LY 讲一下 lightning talk。 好，大家先感谢高镇长给我们一个 lightning talk 的机会。好，那个我们这边要来广告一个活动，就是请问在场有学生吗？哦，有学生非常好。那个，因为我们在那个暑假的时候，暑假的时候会办一个活动，就是 GDB 跟卧槽的一个 Summer of Code。那首先为什么会有这个活动呢？是因为前阵子那个卧槽就是一个新公民媒体，然后反正我们在那个 Flying B 上面有他们有一个专案，就是募那个国会武装 2.0 的专案。那因为第一天就达到募资的那个标的200万，然后所以那天就大家在讨论说，那超过的钱可以拿来做什么？那室友高就说，那我们要不要可以那个做一些，比如像 Summer of Code 的活动？那于是就比如他就提出来说，因为 Google 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 Summer of Code， 他们办了很多年，然后他们主要是说他们会跟一些 Open Source 的那个 Foundation 合作，他们会收集这些人来当 Mentor 或 Booker。然后在学生就提出一个专案，他说他会在这些，比如说他们做一些本来，比如像 Apache 的他们一些 software 里面做一些改进，然后他们会去在整个 summer 里面做 coding， 那最后就会有达到一些那个目标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他们给的那个，其实给的那个奖金其实蛮高的，对。然后那时候那个自由高其实非常希望，就是说我们就比照那个标准，但是那个因为卧槽，这虽然募资金额其实还达到标准，然后又超过很多，但是因为大家知道那个有一些那个成本压力，所以几经考虑之下呢，就是做了一些折中。好，那等一下再讲。那另外呢，在台湾除了也有一个就是 TSOC， 那就是不过这个它比较是跟一些大专院校跟一些厂商合作，所以跟 Google 那个又有点太一样。那于是呢，因为我们 GDB 跟卧槽的关系其实很好，所以那他就是我们就谈了一个那个价格，对，一个价格，对。那希望其实这个原目的是说，我们希望再透过一些学生来参与 GDB 的那些专案，因为其实在过去这半年到一年里面，那个非常多大专院校邀请 GDB 的人去参加演讲，然后甚至像台大他们有直接一个。那个课程合作就跟 GDB 说合作了，我们甚至有办一场黑客松了这样子，所以那这个所以卧槽基本上这边方式是希望，因为我们出一些钱来鼓励学生这样子来体验 GDB 的文化，甚至是直接写程式回馈社会这样子，对，那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扯到一些老技法，所以做一些 paperwork 让我有点痛苦。那不过之后我们。就是这个魔鬼下一瓶呢，就是最后就决定在，已经开始报名了。那就是大家可以上那个，如果是学生的话，就是大家先鼓励他到那个 GDB， 我们有一个新后勤中心，我们要提高使用率，然后去自我介绍啊，然后提跟国会有关的专案，或者是政治人物的监督。那就是在这个时间去报名，然后去找到你的指导者。那最后在就是7月15号到9月20号之间，就是一整个的那个就是开始写程式。然后在我们会 举行两次的那个验收，一次是期中验收在8月20号左右，另外一次在9月20。那这是这两场都会直播，然后透过这两次的验收，我们就会发一些奖金。对，好，那，奖金多少？奖金是那个那个学生是每个人就是如果最高可以拿到6万块的奖金。好，这有那个，等一下这位奖。就是报名，我们只在这里。好，好，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的就是正规活动到这边结束了。那接下来要想不想被录影，就可以开始讲。
我会广告一下，机会。随便你啊。随便我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哦。那个，我被高阶司推坑要弄一个基金会，啊，推坑以后就色后不理了，所以很大了啊。被搞大了，那直接被搞大了，可能应该钱都募到了，钱募到了，然后那个就是等他们回下来，然后那个反正章程文化局已经过了，所以应该是会过的。对，那如是开放文化局一定会。那这个来源是说，刚高天是有讲说，其实 GDP 的文化是 open source 来的。那其实我们台湾有一个很久的open source conference 叫 Coast Cup， 它我们已经弄了很多年。所以有些基金留下来，另外一个是 Python 的 community， 然后好几个 community 大家把钱凑一凑，成立这个基金会，然后要做什么，其实我们风格也是，反正看大家想做什么，就大家一起来做。然后这个现在基金会是没有人，没有钱，什么都没有，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大家等一下可以自己来聊，这样就广告这里基金会。基本上我这边会觉得，就是基金会可以协助，就是 GDP 要办活动，它需要一个 legal entity， 或者是说，我们以后如果要向美国 Call for America 进行一个送人进政府的活动之类，送人进甲方的活动，改造政府之类的，就可以用这样的基金会的方式去那边做。然后或者是说，大家有想到什么有趣的方式，就是那甚至是一些专案的开发，或者获得国外。因为其实国外很多大咖的基金会，就是会撒钱给在地的基金会去做一些，不管是 open source 啊，或者是说开放政府，像索罗斯的基金会啊，然后 Google.org 啊，然后 Knight Foundation 就蛮多这样子的。那像是 Populous， 或者是说刚刚一开始提到的智利的这个 Foundation， 他们蛮多经费也是由刚才讲的那几个 source 来的。啊、所以 有 legal entity 的话就比较有这样的可能性。好，现在大乱斗时间了，那个戴眼镜的换到左边位置。我是想要聊什么就我是想要开始写程式，受不了了。那刚才有讲到监察院，我讲补个八卦好了。某个那个研究单位的那个，有一天有一个人跑来说，欸，其实我们以前做过这件事情，我们也是去印啊，然后那个监察院的人就觉得好烦哦，然后就问说你们到底什么单位，我说哦，我是某某研究单位，他就说好，那变电子档好了，可是有一弹书，你们不能再释出，然后你们写的论文不能用中文发表，只用英文，好吧，所以总之法规都是有那个，我其实哈那个。开放政治先进的 Hackpad 上面已经有一个修法建议，只是修法行政命令修正监察院的调查办法跟建议。好，那所以其实里面就是讲到说不能用电子档析出，但是如果内容跟纸本一样的话不在此限，就等于加一小句弹书在里面。那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可以支持的话，就看怎么把它去推动，去看监察院施压这样子。欸，我这边有一个八卦，有人想听吗？有八卦。就是，就我们卧槽怎么进去立法院直播？有人想听吗？想。对啊，麦克讲吗？麦克，后面还有一只，不是？没有，刚刚有人想听吗？没有，就算了。对。直接讲好，好像没有人想。有啊，有啊，摇滚区的都很想。好，是这样的啦。我们其实我们很早以前就跟 GDP 一样，一起印了一些公民记者证。然后我们印的公民记者证其实也不知道能干嘛，所以就一直挂在身边晃来晃去。直到有一天呢，我拿着我们公民记者证，晃到国民党的那个他举办一个青年部的那个论坛。然后进去那个论坛，然后我就晃进去，然后想说这个记者证不知道能不能用，然后我就问他们说，我这边有一个记者证，我想要进去采访，不知道可不可以。然后他们的人就看一看，以后就本来不想让我进去，但是因为刚好有青年部的人在，然后青年部的人就说，哎，这种公民记者看起来也是记者啦，那宪法也规定他们可以进去采访，所以就放我进去。
继续晃了一圈以后，我就想，哎，这个东西好像还蛮好用的。然后刚好立法院又开始，就是我们会监看他们 IPOD 嘛，然后有一些 IPOD 是蓝画面的，然后我们的那个直播员就坐在那个电脑前面看着那蓝画面，然后只能听歌，就很痛苦。所以我就想说，哎，不知道那个记者证有没有用，可不可以进去立法院？所以我就拿去立法院的门口换证来试看，结果那个阿姨本来不太想让我换，然后不过我拿出来翻到背面给她看那个宪法那一边的时候，她就很勉为其难的给我换了一个摄影记者证，然后就开始进去直播了。那进去直播以后呢，就是卧槽，就开始会有一些拍一些画面出来，然后比如说我们在直播黄昭顺的时候，黄昭顺突然跑走了，然后直播的网友直接传 Facebook 有传给黄昭顺，叫他回来开会，然后就很多立法委员就突然发现，就是很奇怪啊，他们明明像台联的，他们在贝格自习区的时候，贝格王回到座位坐下来，打开手机，看到网友跟他说加油，所以他们就发现，哎，怎么好像有人在看我们在干什么，然后就知道卧槽正在做直播这样子，然后。其实也发现开始有一些，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哪边的压力，就是本来我们摄影设备放在上面的时候，他们就会来问说，你们摄影设备上面应该挂一个新闻器材的那个证明，不然我们要没收。但是经过我们查证，说只要拿摄影记者证就没有问题。然后后来呢，再过一阵子呢，那个。他要给我们换，我们要换摄影记者证，他不给我们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记者证上面没有写摄影记者，然后我们就很快的第二天马上就把记者证改成摄影记者，然后所以就可以进去了。然后又有一次呢，我们要进去的时候，他说现在只有公司的记者可以进去。那卧槽好像不是公司，那我就赶快查我们那个内政部登记的公司给他看，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进去的。那所以现在已经变成就是你必须是公司，然后拿记者证，上面还要写摄影记者才能进去，所以就是一个过程。那临时会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申请场地了，那我会想办法进去直播，就是从明天开始。那我们希望就是这些东西以后可以不要有那么多阻碍。那未来如果大家有人想要进去直播的话，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大家可以来做这个。